你有女朋友吗？谈过恋爱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谈过一个。没点恋爱经历，你怎么能写出那个短暂的爱呢？那假如我写一个死人，那岂不是我要死一回啊？这个很难，你很有思辨能力啊。你喜欢过别的女孩子吗？那太多了，好看的我都喜欢。我的偶像女明星呢？女明星太多了，不能说。那为什么不能说呢？我怕她老公打击报复我。你多虑了，不会的，你告诉我们吧，是谁、也是其中一个。你不能打击哈，你老公不能打击。我保证、我老公保证不打击报复你。不打击，不打击。你怎么评价你的音乐？用一个词的话，无敌。我一开始觉得你在开玩笑，后来发现你真的是在跟我们开玩笑。准备好了吗？属于你的100秒表演时间开始了。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试过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他根本不会唱歌，他可不可以从头再唱一次？你觉得？你为什么要给他机会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每次走过天